你这样说，你过来了吗？咱们叫驼形。驼形，就大概就是我的手在他手里面，稍微一挂过来。肩膀带什么的就挂。我们的实地教学呢正在陆续的展开，想了解我们的体系，大家可以申请一下我们的免费课程，或者成为我们的正式学员。